哲。顶番国小吴玉红。东兴国小黄赞红。路东国小李新瑞。在学校里面的佼佼者，可以说我们的品性、学业各方面都是学生的一个表率。那今天能够来这边啊接受表扬，都是最棒的。那在这边首先呢，恭祝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儿童节快乐。那也期许说，透过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更好的一个成长、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，让我们彰化的囡仔能够幸福，让我们彰化囡仔能够有国际观，更能够跟世界来竞争，这是我们一直实现的目标。在这边还是恭喜我们所有的这个模范生，他们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用功，今天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表现。谢谢老师对我的提拔以及同学对我的鼓励，未来我会精益求精，除了让我自己更好，也会帮助身旁有困难的同学，升任模范生的榜样。我的座右铭就是将简单的事做到最好，把每一件事都当成最重要的事。成功就是把每一件事都做好。我得上县模范儿童之后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学校的校长以及主任，谢谢他们把这个学校打理得这么好，让我有个优良的环境可以学习。再来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，谢谢他们从小到大对我的栽培，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，适时的给予我建议，让我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再畏惧。到了现在，我已经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的处理事情了，所以我很感谢他们，谢谢他们对我从小到大的支持。天老和小，来，公布表扬名单。洛金国小赵廷伟，来，公布表扬名单。OK。台普国小王于琪，来，公布表扬名单。OK。台普国小林玉轩，真心我们欢迎新同学，欢迎新同学来到我们现场。好，那就聊一二三 ，OK。清新国小施心怡，来，那就聊一二三 ，OK。桃岛国小陈云珍，好，那就聊一二三 ，OK。桃岛国小肖怡雅，来，就聊一二三 ，OK。桃岛国小黄诗竹，来，那就聊一二三 ，OK。